好，歡迎翻嚟第二節嘅動漫無雙，我哋繼續呢個集換式卡片遊戲嘅討論啊。咁我哋頭先啦就講到話禁卡嗰樣問題啦。咁其實禁卡其實牽涉嘅嘢其實係好廣泛嘅。咁啊，首先嗱，大家都知道所謂嘅禁卡就以大家認知到嘅係一啲比較就係話強力嘅卡片，即係出完之後咧，基本上十拿九穩你都會贏到噶啦，幾乎係已經係即係有啲咁超過嘅一啲嘅卡片就會被廠商嗰邊咧就會列咗做禁卡嘅，咁但係咧通常咧一隻好嘅卡片遊戲咧係唔應該有禁卡嘅，即係應該佢出嘅時候已經考慮到呢個情況啦。不過總會有漏網之魚噶嘛。係啦，咁啊當然你有漏網之魚係其中一種啦，另外一種就會係話隨住個遊戲嘅演進，有一啲卡其實當其時未有嗰個系統之前咧，佢係一張廢卡。但是當乜個系統衍生咗出嚟之後咧，佢就會俾人碰咗上神台，甚至有個價錢可能由一蚊變成幾百蚊都有嘅。咁我相信大家依啲都會心同感受噶啦，呢啲嘢。冇錯，見住佢升，見住佢跌啦。係啦，冇錯啦。咁啊，頭先嗱咁講禁卡嗰樣嘢，其實就會係話好多時就係會點樣去做一個決定嘅咧？通常都會最大嘅決定權咧，其實喺玩家手上嘅，或者尤其是喺一啲比賽嘅玩家手上。咁佢哋就會因為發現咗某一啲卡出現之後話：你玩曬啦，我唔使玩啦。即係同埋譬如話嗰陣時，如果有啲辦嗰啲比賽嘅時候咧，比賽後會通常會檢討嗰啲規則咯。即係譬如話個比賽有即係十個玩家有八副都係嗰個，咁就要研究一下究竟係咪某一啲卡會過強咯。咁就會考慮啊，係咪要即係俾啲限制佢咁樣啦，同埋改個系統會唔會即係要更新咁樣咯。始終你話卡 game 裏面禁卡嘅，其實會幾傷害到玩家嘅，因為始終就係我俾錢買包卡翻嚟，跟住你話俾我聽呢張卡唔用得嘅，咁我係應該學遊戲王啊海馬咁樣撕咗張卡佢啊，定還是係我將佢飛落街好啊？你依樣嘢真係對個玩家嚟講，我俾咗錢嘅喎，張卡我買咗翻嚟嘅，我買翻嚟就係預咗要用嘅喎。我諗跟燈窩嗰啲應該感同身受啦，係嘛？改規之後係啊。咁但係跟燈窩有一個有特別之處咧，就係佢嗰個禁卡其實即係佢唔可禁卡啦，限卡咧係寫喺個規則上面嘅。例如喺 W 嗰個高達 W 裏面嘅故事裏面咧，咁嗰五部主角機只得一部嘅啫嘛，成個故仔。咁咧佢就加咗一個規則，就係一枚限制。咁你場上只有一部嘅啫。咁但係你卡組仍然可以照入翻咁多張嘅。依啲限制卡嗰樣嘢其實就會係話比禁卡就會話好少少嘅，就係話。佢雖然係勁，但係即係話未去到就係話擺一張就已經足以影響到整個局勢嘅情況咧，咁其實就會所謂有頭先所講嘅限制卡，即係可能最多只可以擺一張啦，或者係場上只可以放一張，咁好多嘅唔同卡就都會有呢一類型嘅規矩嘅。但係限制卡就都好少少，起碼我用得先啦，即係最多用少張啫，我送俾人或者賣俾人啫，即係最起碼我當做慈善嘅，有乜所謂啫？係咪先呢啲嘢？咁但係好過就係我送俾人，人哋都唔要，咁嗰下就係好灰啦嘛。唔係咁喺 WS 裏面咧，除咗限制卡之外，佢都有分係限制喺唔同比賽上邊嘅，即係例如有啲比賽有啲卡係用到，即係例如我講下。嗰啲卡如果喺混系列嘅比賽，可能係造成一個 combo 好犀利，但喺純系列比賽裏面呢，其實係嗰張卡係冇乜用嘅，所以就唔會禁嘅。而要完全禁嘅卡，其實 WS 裏面係好少嘅呢樣嘢。咁而好似遊戲王咁禁卡表呢樣嘢，但係好似有一啲例如有張混沌士兵開闢之使者一出嚟就好勁啦。咁但係之後個廠商設計者會開始慢慢考慮到嗰個強度問題，就會之後會有一啲叫弱化版嘅物體出嚟。咁就好似例如剛才講到嘅開闢使者咁啦，咁之後會有隻比較弱化少少嘅怪獸出嚟嘅。咁就好似呢個例子咁，都可以創造新嘅卡囉。佢完全代替咗，又話點？佢唔可以講係完全代替，但係叫將就用住先。將就用住先，即係可以講話。能力差唔多，但係就弱雞少少啦。所以咧，這個就稱為 version 2啦。同一張圖，同一個名，唔使再諗過改一改能力。改圖佢有似樣咁咯。似地樣啊！佢名又似地咁樣。成功攞咗個效力出嚟，跟住弱化少少之後，重出張新嘅卡出嚟。係啦，咁啊慳咗設計多張嘅卡啦。係啦，又可以慳到張卡啦，話幾開心啊！你話依咁，但係對好多玩家嚟講，依啲就係只不過係呃多次水。你呃我錢啫。
咁啊，頭先啊講到話卡咗啊，咁其實玩呢個卡片遊戲裏面咧，其實最核心、最核心嘅內容咧，就係、是、或者係大家花最多時間嘅地方咧，就係、是、組卡。係，的確。組牌組啦，叫做。係牌組。做會做到人哋個人黐黐地線，的確係氹嚟㗎，使錢㗎。呢個亦都係即係佢商業策略成功嘅地方，即、就、係、是、玩家你要付即係、就是、組付牌組咧，你又要投入呢個資金咯。亦都令到炒家出現啊！但亦都係其實你可以話係玩卡片遊戲裏面嘅最精最最先嘅一部分嚟，亦都係最吸引玩家嘅部分。考智考力啊！因為你要用個，你要真係用個腦去諗下，究竟個 combo 係咪真係可以成立啊？或者係喺現實中你係咪真係可以試到咧？仲要實測過咧？即係你呢啲對戰遊戲，你最重要就係落，即係獲取個勝利啊嘛。咁你要即係思考，究竟要遇到呢個情況要點樣做啊？咁啊要即係選擇邊一張去即係完成個牌組啊？咁呢啲就即係最好玩嘅地方咯。而且遊戲裏面多數都有系統限制㗎嘛，即係會話有咩卡片對限合返咩卡片嘅，咁你好大情況冇話組寫一個係組寫一種咁你就可以贏硬嘅，所以你要諗埋其他點樣可以對你黑嘅卡片點樣唔好俾佢黑咁多呢，咁呢個都係一個考智慧嘅地方囉。其實呢你話喺卡片遊戲你話組卡組嗰方面呢，其實係會有一個所謂嘅玩家體驗喺裏面嘅，咁最重要嗰個玩家體驗就係呢，我諗大多數人都一定會可能不自覺咁樣會經歷嘅呢樣嘢，就係當你去組咗一副 deck 之後，你會係將你成套 deck 裏面一字不漏落咗幾多張，嗰、那個能力係乜嘢，將成套卡嘅卡組嘅內容係背曬落去自己個腦上面嘅。咁所以其實點解會話係好考呢個玩家嘅組得，組得多嘅人就會越多越清楚每一張卡嘅內容。而當可能你對住某一個玩家嗰陣時候，當你知道佢有 A 卡，你就知道佢一定會攞 B 卡，即係好多等等大地嘅情況，就係呢種係其實係喺卡片遊戲裏面個記憶性嗰種問題，其實係因為好多時候就係大家組完卡之後係唔知點解㗎，我明明係冇記過張卡嘅任何內容㗎，但係我組完之後，我係記得曬成套卡究竟係做乜嘢？睇個圖片已經知係咩嚟，係同埋同唔同人打得越多，你就會見到唔同嘅打法，呢個先係重點。冇錯啦，咁啊，當然你話依一個所謂嘅精髓嘅體驗咧，但係就會令好多新手嘅玩家卻步嘅。可能你第一次接觸嗰陣時候，佢話點做啊？好多時候都有呢個問題。咁當然就會好多就會廠商就會出咗所謂嘅一個叫 starter， 即係話起始卡組嘅物體啦。咁依個卡組嘅重點就係、是、咧，大家係佢可以俾你玩到，但又唔會話過強嘅。跟住同埋又唔使用副沙袋，又唔使要諗定咁多策略嘅，係比較簡單俾你用到先嘅。通常都會係主力都會係一個所謂嘅攻，喺個攻防戰最基本嘅攻防戰裏面點樣去取勝為原則嘅。即係俾個初學嘅玩家一個體驗咯。佢個效果通常會係簡單易明，同埋佢唔會話特別弱，而且同埋個價錢都係比較便宜。價錢通常都係100蚊以內嘅，即係如果以港幣計啦，通常都係100蚊以內。相比起其實都會比較平。係啦，即係裏面通常都會可能有一至兩張嘅 VR 卡喺裏面啦，當然係會有，咁啊叫做係主力嘅卡啦，你可以話係。但係當然啦，你用呢副對啲資深玩家嗰啲即係擺做嘅時候，你就不堪一擊。呢啲不得不提，其實係非常之無品嘅。其實即係通常你係要招攬一個人去進入呢個遊戲，你唔係打擊佢去進入這個遊戲。即係好多時候我去過一啲嘅好耐以前去過一啲 event， 我好唔明嘅。有一個專業嘅玩家喺度教緊新手，佢拎佢自己副 deck 去同個新手打。咁贏咗嘅話，贏咗我話你開心咩？輸咗你樣衰喎，但係即係呢個係比較唔好嘅表現啦。即係通常你話過新手嘅，即係通常都會可能一啲舊玩家帶一啲新玩家嘅，通常都會可能用一啲所謂嘅分 deck 啊，即係話隨手砌嘅。咁啊，同個玩家即係話純粹係俾佢熟練嗰個嘅規則，並唔係話係刁難佢。所以亦都會衍生一個即係自己制定嘅限制賽，就係、是、譬如話我唔用 VR 嘅卡，淨係用一副銀襟或者襟銀砌成嘅卡嚟同啲新手，咁個差距上就會即係接近咗，咁所以就都叫有得玩，就唔係話有錢玩曬啊，或者係專業玩家玩曬咁樣囉。
至到有啲比賽係去到爆一盒 booster， 跟住俾你任俾你幾個成規所謂嘅 draft 係啦，跟住自己即場砌副 deck 出嚟。本身你話starter 嗰度，其實你話係等個玩家體驗咗，其實最主要其實係話俾佢熟習咗依套卡同個規則之後咧，佢喺 starter 嘅重要性在於乜嘢咧？就係喺佢開始就係點樣去買一啲所謂嘅 booster 包啦。即係裏邊可能有多十幾張唔同嘅卡嘅，或者通常都係十幾張嘅，我冇記錯。十幾張咯，Magic 係十幾張，遊戲王應該遊戲王係一包五至七張，特別係八張，跟抌係十。咁各樣卡 game 有各樣唔同嘅數量㗎啦，係啦。咁啊，其實通常都會係其實 starter 嘅重要性，除咗話係俾佢熟習規則，就係點樣喺佢由嗰套 starter 開始，慢慢去將裏轉變改進，轉變成為佢自己嘅卡組。所以其實 starter 即係對可能一啲玩開卡 game 嘅人嚟講，一睇到個 starter， 你要冇用，你呃錢啫。唔係啊，呃錢㗎，因為佢有張。最勁嗰張啊嘛，我就係要嗰張嘅啫啦。當然佢依啲係商業計算，我哋好理個商業計算，好嘅商業問題。係啦，咁但係最主要就係其實佢唔係貨一啲老手你自己玩抽 booster 或者自己爆盒啦，即係有錢嘅你咪爆盒咯。再唔係借單收。係啊，即係佢唔係貨你哋依啲所謂嘅老手，佢買呢套卡翻嚟去玩嘅。當然你話。哦、你好有錢嘅話、哦，你有個新手朋友話，我、哦、一齊買一盒，然後跟住一齊打咯，咁咧就亦都未嘗不可。即係呢個係商家聰明嘅地方啦，即係佢都會俾一條門路去即係新手去參與，即係加入呢個嘅卡片遊戲。所以其實之後咧，就頭先又話因為想一齊玩，但係又個舊玩家有我又冇理由拎自己套 deck 出嚟噶嘛，即係只不過係傷害你自尊心嘅啫。其實咁，所以通常咧就會有啲開始。演化就出現嗰啲雙人 deck 啦，即係一個盒入面咧就有兩副 deck 嘅，冇錯啦。咁兩副 deck 咧就啱啱好就俾兩個人去做對戰。咁啊，依個其實另一個雙人可能就係兩個朋友行到去個卡本面前話：咦幾得意喎！但係冇理由一人買一，即係一人買一包又唔知道買啲乜嘢。咁啊最好就係大家買一個雙人組，然後跟住中間仲可以做咩咧？佢哋仲可以做一個玩家之間最重要嘅交流同埋 trade 卡。這個很重要，因為集換式的基本上最核心的一部分。啊、另外就是說講到剛才卡組那裡，其實衍生出來呢，其實衍生了兩種玩家出來，接著就會所謂的休閒玩家和職業玩家。啊、我想在座幾位我不清楚，我只不過一個休閒玩家。我都是休閒玩家。休閒玩家是休閒玩家。全體都是。系啦，有個唔講嘢喎，我都係休閒玩家嚟嘅，我啲下太處理啊，太假呢個，唔得。所謂休閒玩家咧，其實出新卡嗰陣，每一個週期裏面嘅卡，佢都會去買，會去玩，但係佢哋係未必咁著意話係要做一套好強好強，即係我一定要贏，盡曬所有人嘅啫。佢哋嘅目標唔係呢樣嘢嘅，大多數都唔會係，不如贏。是大家都想的，但是就不是說計到盡，就說、哦、那套卡裡面有哪些勁卡我一定要攞齊手，不是的話我就不打的了，就不是這種，就可能我就說、哦、少幾張，我、哦、找幾張頂替住先啦，找幾張渣一點的這個功能差不多的頂住先啦，主要是想攞個歡樂性啫，享受個卡片遊戲的樂趣。其實是通常這些玩家即是休閒玩家都是主題優先的，即是例如我想玩這一種這樣的人物啊角色啊，那他都會用，因為可能很多時候只不過是中看不中用，或者就是所謂的我稱為男人的浪漫，只是得一次你的機會只是得一次而已，其實即是我要看砌個轉頭的這樣所以是非常即是你說是非常之娛樂向啦，你可以話係，只不過係大家因為通常休閒玩家咧，其實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特性，就係佢哋會有一個專係一齊玩嘅群組，兩個、四個，甚至即係一 group 人一喺一個討論區裏面大家討論，定期出嚟玩嘅玩家啦，通常都會由依啲組成嘅，最少要兩個咯，你自己就好難。固然啦，自己同自己單打唔到噶啦，固然係。咁通常都會係你話係由依個咁嘅群體去組成依班休閒玩家嘅。咁當然其實取向唔同啦。咁其實可能休閒玩家裏面亦都會顯身出就係佢哋自己成個群體裏面嘅一啲特別規則，即係某啲卡係唔準用嘅。我哋係打個譬如話，我哋成班都好窮嘅，所有貴卡我哋係唔用嘅。即係頭先講嘅限制賽咯。
就自定啦，自定規則啦。咁啊，好多依類型咁啊，因為玩家佢哋都會自定翻一啲嘅適合翻佢哋嗰一群人嘅經濟狀況啊等等弟弟嘅或者係玩卡嘅模式去而設嘅一啲規則啦。咁啊，當然你話職業賽嘅，當然唔係職業賽，就因為其實規則係由呢個官方去呢個定立。咁啊，固然佢哋嘅目標咧就係、是、贏，就係為咗要贏。我都聽過一啲休閒玩家嘅，佢哋玩玩下之後開始想進入呢個職業賽啦，即係試下比賽咁樣咯。係啦，但係咧通常咧約摸我諗二三成左右啦，係會俾職業賽嚇怕咗嘅，因為嗰班咧係成班咧簡單嚟講成班狼嚟嘅。玩卡經其實最就幾樣嘢就係好似話強弱太懸殊，或者係出現所謂嘅鞭屍，即係話你係直情可能一張卡你都未必出得到嘅情況之下咧，你就俾人殺咗啦。咁啊，依啲情況對一啲玩卡嘅人嚟講嘅自尊心係非常之大嘅傷害嚟嘅。但係喺呢個職業賽裏面嘅話咧，咁呢啲情況就非常之常見嘅，其實係。所以好多休閒玩家轉做職業玩家之後咧，其實係頂唔順呢個咁嘅殘酷嘅環境咯。又翻去變咗休閒玩家。係啦，又翻去變翻休閒玩家啦。但係玩得耐又變職業玩家，不斷徘徊。即係或者有啲休閒玩家就係攞一次體驗。咁啊會去玩一次職業賽啦，咁啊當然係好快就會喺呢個比賽裏面俾人淘汰咗啦。咁啊職業玩家其實佢哋構組排組嗰方面咧，就係好似頭先講，佢哋係以贏為目標嘅，即係不論嗰套卡組係一個點嘅形式，總之就係、是、我總之要砌到就係要喺個比賽裏面去贏，依、這個係佢哋最大最大嘅目標。有時所以你有時睇啲比賽未必真係咁刺激嘅，尤其是譬如話Magic 嚟講呢，就譬如話控制卡組咁啊你前期嗰啲比賽呢控制卡組基本上就好悶嘅，因為前嗰幾個回合都冇嘢做，就等你出牌，一出牌呢我就殺咗你張牌咁樣，所以前期嘅比賽就好悶嘅，就會衍生到呢啲問題，但係佢唔理呢啲嘢嘅，咁佢就最緊要贏嘅啫咁樣囉。咁所以職玩家，因為其實你可以話職玩家最了解所謂嘅比賽規則，或者比賽裏面卡組嘅任何嘅卡，所以就頭先我哋上一節都有提到嘅，就係呢一啲玩家其實佢哋之後反向嘅意見咧，就會反向翻去呢個卡遊戲設計者嘅規劃團隊裏面，去影響到可能下一代嘅卡究竟會取向咩方向。咁依個都係比賽裏面最重要嘅，因為其實始終咧比賽有一個最好嘅條件就係話，頭先講緊要贏，要贏就係所謂咩咧，無所不用其極，有幾乸渣就幾乸渣，有幾乸渣就得幾乸渣。總之就係最緊要係喺個規則嘅合乎規則嘅情況之下贏取個比賽。而呢一種嘢最大嘅特質就係咩咧？就會睇到就係邊啲卡真係會過分強力，過分強力。即係簡單嚟講，我有勁卡我冇理由唔用噶嘛，我比賽我贏咗嘅喎，咁其實呢啲就會令呢啲卡現形出嚟。而之後呢禁卡或者限制卡就大多數都會隨之衍生出嚟㗎啦，即係好大部分其實喺比賽中睇出嚟囉，嗰啲即係禁卡嗰啲嗱我就唔係好熟所謂嘅比賽嘅內容嘅，咁可能贏者會比較好啊少少係啦。咁每一個卡經其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比賽啦，咁Magic 方面就應該係世界最大型㗎啦，應該而家因為佢世界性㗎嘛，咁啱啱就完咗就2011年嗰個嘅世界級錦標賽嘅，咁呢個我諗留返 Magic 專集嗰陣時先再分享。係啦，咁遊戲王其他卡經其實最主要都會喺日本本土嗰度去做。WS 嗰邊其實香港都有搞官方比賽嘅，啱啱就完咗 WGP 2011啦，就冠軍咗代表香港出戰去日本，送你機票同埋酒店嘅。但係其實咧最大嘅比賽係咪都係日本嘅？係啦，日本最大，因為你殺到去最後嘅比賽咧，你點都殺日本，不要你就係都係翻日本啦。喺依個休閒玩家其實好多時候，就算佢哋有咁嘅實力去玩職業賽。但係最大問題係我要翻工，我要翻學，我邊度嚟請假？突然之間同老細講話，或者同阿 Sir 講話，我要參加比賽。講真啦，要翻工要翻學嗰啲已經唔係專業玩家。咪會係嘅，有啲係專業嘅，或者係你梗係唔識咧，有啲玩家專業嘅休閒嚟㗎嘛，跟住話我要出去公幹，三日後我翻嚟㗎啦。我曾經見過有啲專業玩家帶埋佢教埋嗰兩個細路仔玩，跟住帶埋嚟玩比賽㗎。
嗰啲就比較特殊嘅例子啦。所謂嘅職業比賽都個時期都唔係話係好友善嘅，其實好多時都唔係話，即係可能係真係喺一啲閒日啊，即係通常都唔會係啲假期，通常都係閒日嚟嘅。我睇過好多比賽嘅日期裏面，通常都係閒日嚟嘅。咁啊，即係你要請，如果你翻緊工嘅，你要請假去咯。係啦，同埋跟住就話佢只係機票、住宿，之後咩都冇。你食嘢咧，即係你嗰段都係要錢嘅喎，但唔使食咯。冇資助嘅喎，唔係 WS 嗰度係有資助嘅，而喺香港區即係自己本土搞嘅，申請向官方申請搞嘅比賽多都係星，多數都係星期六日嘅，就唔會喺閒日搞咁。唔係，但係即係始終我都係話職業玩家嘅目標，佢哋係贏，即係佢哋嘅目標就係贏到最後。但係贏到最後咧，佢哋就有塊鐵板喺度，就係旅費嘅問題啦。唔係 WGP 嗰個送你機票，好似話送你10,000 yen 到啦，同埋嗰段時間好似大概係喺聖誕節假期附近嘅，所以你應該都好容易請到假去嘅。聖誕節假期附近物價，你嘅啫哥。唔係佢最重要，隔離日本搞緊 comic， 係啊 ，comic market，comic care。就焗你俾錢啦。對一啲玩卡嘅人嚟講，佢話我已經要買卡嘅啦，即係或者我已經有生活，咁即係變咗係一個額外使費咯。我仲要額外去俾多筆錢，其實好多時好多玩家係喂卻步嘅，我真係頂唔到。或者其實有啲直情我聽過係有啲比賽就係佢係贏咗，但係佢唔去。哦，都聽過，都聽過。係佢贏咗我唔去，唔好意思，我冇錢。我真係我冇錢，我冇錢去旅行。咁依個都係其實好多時就話一啲非本土嘅玩家，即係非日本嘅玩家或者非外國嘅主題裏面嘅玩家，其實佢哋或者香港玩家，我哋其實最大嘅卻步嘅某一啲原因啦，即係你唔係真係個個有咁嘅條件可以玩得卡嚟，都仲可以去到旅行。所以雙方即係商家方面咧，都會諗咗方法就係 online 啦，即係而家網絡即係咁興盛嚟講，譬如話 Magic 咁樣咧，咁啊都會衍生一種就係 Magic Online。咁啊，即係喺網上面對戰咯，就都有世界性嘅賽事嘅。係啦，咁啊，當然你話講得比賽嘅，不得不提一樣嘢就係比賽咧，就一定要有裁判嘅。裁判依個崗位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大家都我諗初期玩卡都會經歷嗰樣嘢，就話喂呢張卡方程唔係咁樣嘅咩？乜唔係咁樣嘅咩？跟住喺度拗，可能拗成個鐘都拗唔出個結果，究竟你啱定我錯？即係呢個對雙方對規則個了解都有唔同嘅解讀咯。係啦，所以其實你話官方都會有一啲嘅裁判嘅專業裁判，通常都會Magic 嘅話就其實佢哋係一班專業玩家嚟嘅，其實係一班，因為裁判 Magic 嘅話裁判就係有得考嘅，即係香港都可以考裁判嘅，你都可以係即係考成為一個呢一個級別嘅裁判，而去主持咩賽別嘅一個嘅崗位喺裏面嘅。咁我唔係太清楚話遊戲王嘅，但係我知道其實佢哋官方自己有個裁判喺度嘅，但我唔知話會唔會係有啲玩家裁判嗰啲嘢。咁大家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其實根據翻我嘅認識啦，咁其實 K 社去請裁判咧，只要其實你去見工。跟住佢會俾一份所謂嘅試卷俾你填啦，當你填完咧，如果你合格咧，跟住佢就多數都會俾你做到，但係都係需要一啲門路咯。即係簡單啲嘅，即係一份工嚟嘅，係一份工嚟嘅。Bandai 嗰方面都係類似咯，咁但係都係要門路咯。而另外 WS 香港嚟講就冇官方認證嘅，因為有官方認證，但係你係自發組織嚟嘅。唔係自發組織，咁都唔係官方啊嘛。咁始終日本廠商武士道其實佢自己有個裁判制度，都係要考，都係要考卷考試嘅。獵人考試啦，簡單啲嚟講就係。但係據說有啲官方裁判有時候都會判錯規則嘅情況出現，好似遊戲王咁都我都上網睇過，有啲討論區都好似係。有零星嘅判錯嘅情況嘅。咁我覺得人為嘅嘢就好難避免嘅，但係通常咧比賽裏面咧，應該我冇記錯就係、大部分比賽都有呢個遊戲規則嘅。若然玩家個雙方發現唔到，即係應該話我發現唔到某一個玩家佢啱啱做錯咗某一個行為，而你冇提出嘅話咧，裁判係唔會判嘅，因為裁判嘅定義就係我只係主持呢個遊戲嘅公平性。如果你發現唔到，係你自己嘅錯誤，唔關我事嘅。其實係我只不過話係你哋有拗撬嘅時候，我以一個中立嘅身份去講解，就話呢個規則究竟其實點解，即係
香港真係基本法大陸式法啦，嗰個 case 啦，之後係解釋嗰個規則最終係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即係佢係作為一個移動嘅規則解説員咯，就唔係而玩家雙方某一邊發生咗錯誤，而另外一邊唔自知冇去投訴嘅話咧，大部分裁判都唔會去理嘅。當然其實你自己都會，即係玩家嗰邊都會核突啦，就會覺得話咁嘅錯你都發現唔到，咁你都發現唔到，抵你輸啦。而且其實你好似話呢啲其實好似話好多地區都發生過，就係話。是講緊冠軍賽嗰陣時候發生一啲最低級最低級嘅錯誤，而係玩嗰兩個人都唔知㗎喎。譬如話計錯命咁啦，好常發生呢樣嘢。當然其實呢通常比賽裏面都有好多玩家喺度，即係做觀眾嘅睇住啦。而玩家嗰邊即係其實係決得行為嚟嘅，即係都唔可以做嘅。係佢哋忍唔住口要大聲講話你錯咗啦。即當然這個是不可取的，即大家如果 有機會去做這些觀眾呢，就算見到錯忍住笑好了，就不要大聲笑或者通常出聲那些會被人趕離場的。是的，那不放這些就是比賽裡面其實說評判的最主要的功用啦，你可以說是。咁啊嗱，去到呢一節尾啦，咁其實我哋之後嘅幾集啦，都會係去翻由唔同卡片主題開始去講，就係每一套卡嘅起源啊、開始啊、發展啊，或者之後究竟嘅演變會係點嘅。咁我哋下集再見，好，拜拜。咁我哋下集再見，好，拜拜。咁我哋下集再見，好，拜拜。咁我哋下集再見，好。